别再抵触身法了，今天这个保姆级 Apex 基础身法教学属于是小学生都学得会的程度。如果说你是那种不管什么身法都松不开 W 的玩家，今天也有练习的方法。 Windows 设置时间和语言，然后在语言这里面添加一个新的语言，添加一个英语就行，然后添加完之后它就变成这样了。你看右边啊，平时打字的时候用这个中文，然后平时玩游戏的时候用这个英文，是按 Windows 加空格切换的。绝大多数人包括以前的我，身法用不出来其实就是卡在这儿。其次就是在游戏设置里把这个跳跃键加一个滚轮向下，就是这样向下滚一次滚轮，然后呢把这个前进键改成一个向上滚一次滚轮，就这样向上滚一次滚轮，就 OK 了。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么设置啊，虽然全是基础身法，但学完之后肯定够你用到钻石，循序渐进的来，跟我们阶梯式进步。首先就是滑闪跳了，我没有选择给大家做键盘映射，大家可以看我手型，这个操作非常简单，但是是治疗你松不开 W 的基本疗法。注意这个英雄的摆臂啊，你每次跑步的时候这个手都会露出来，你每跑一步手就会露一下，每摆四下臂做一个滑闪跳，好吧，一二三四滑闪跳，一二三四滑铲跳，或者是听脚步声，每四下滑铲跳一下。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快的赶路。你看我左上角这个数字，正常跑步是299，滑铲最高能提到400多，但一瞬间就会下降。用滑铲把速度提高到顶峰400多时，用跳跃保持一下这个速度，就可以最大化保留这个速度加成。奔跑起速，滑铲加速，跳跃保持速度。这滑铲还有个妙用，就是你滑铲的时候不管鼠标向哪看它都不会影响你移动的，所以说你每次滑铲的时候都可以往后看一眼，比如说这样一二三四滑铲跳的时候往后看一眼敌人追到哪了，一二三四滑铲跳往后看一眼，不然你低个头一直跑路不掌握实时信息还是挺难搞的。手型上我是小拇指第一个关节按 shift， 第二个关节按 control， 因为滑铲的时候不需要按其他的键，所以说我滑铲的时候会这样抬起所有的手指，不管你是怎么按蹲的，反正滑铲的时候要松开所有键，反正你滑铲的时候按任何方向键都是徒劳，不如全部释放开，也就是滑铲的时候只按蹲啊，别的啥也不干，就是想的轻松一点啊，自然一点。如果你是正常玩法，整局起码有20%以上的时间都在滑铲跳，这也能高强度治疗你松不开 W 的手。每局游戏都是一个疗程，估计半小时就搞懂了吧。下一个就开始神奇起来了，前面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滑铲跳，然后跳跳跳跳，一落地就跳，一落地就跳，一落地就跳，就是你刚落地的时候就又跳出去了，每次跳跃速度损失非常少，这是一种保持移速的连跳。如果你是 CF 老玩家一看就懂了，这不就鬼跳吗？那鬼跳可比这个难多了，兔子跳对跳跃的时机要求相对苛刻，键盘上的空格键每次只能触发一次跳跃，一旦按错就会马上停下来，但滚轮能在你落地的一瞬间内触发好多次跳跃，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你连续触发了这5到10次的跳跃，一旦到了那个跳跃的时机，总有一段滚轮跳跃会被瞬间触发，大大提高了成功率啊！回顾一下刚刚的滑铲跳是滑铲滚轮，然后一二三四滑铲滚轮，一二三四滑铲滚轮，那兔子跳就是滑铲滚轮啊，滚滚滚滚滚滚啊！但是我撞到人了啊！看我键盘上的手，滑铲的时候所有都松开，只要按住蹲就行，右手一直有节奏的滚轮就行，保持住速度。如果你是动力小子，可以边扎针边兔子跳边打药，可以边高速移动边打药，非常恐怖。如果你是机枪妹，正常你转机枪的移速是这样的，但是兔子跳的速度是这样的，简直是天差地别，可以说是兰博特必须要学会的。还是刚刚的兔子跳，但是你的滚轮不只是向下滚，而是这样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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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往复滚动，你边兔子跳边移动鼠标，就会发现你鼠标朝向哪里人物就向哪里移动，恭喜你啊，会 TS 了，无减速变向，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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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感没感觉到你在里面随意的穿行，只要你鼠标往那个方向看随便跳。跳板变向也是同样的道理啊，向往左跳就鼠标向左，然后下上，看啊，上跳板就左手啥也不干嘛，往左看，鼠标向上。那想往右边二段跳，就鼠标向右看，然后鼠标下上，左手键盘什么都不用动，上了之后往右看，然后滚轮下上，过来了。向后跳也会稍微复杂一点，如果你想这样跳过来，就是从右边转身跳过来，你可以按住 D 啊，跳的时候可以按住 D， 然后向右转身，跳，按住 D， 滚轮下上。
回来了。按住地向右看，滚轮下上，就一个手指就可以做得出来。我不相信这个你也学不会。你要是想向左边转身，就是这样。看看我的鼠标键盘，先滚轮跳一下，然后往上的同时按 A， 哎，这种感觉是吧？下，哎，左，下，上左，滚轮下上左，哎，是不是回来了？你正常跑进去的话，相对来说比较慢了，而且比较愣。但是如果你是到这个位置滑铲一下，然后鼠标滚轮下上，就直接过来了，非常非常的容易。跑步、滑铲、滚轮下上、蹬墙跳就更简单了。先来试试爬墙，你按住空格爬墙的时候，这个人物会触发向上攀爬的动画。这个时候把手完全放开，然后再滚轮向下啊。你向上爬的时候，左手完全放开，然后滚轮向下。试一下啊，向上爬，松开，滚轮向下，爬墙松手，滚轮向下。哎，蹬墙跳你也学会了，只不过现在这个蹬墙跳还不够优雅罢了。Apex 有这样一个机制啊，就是如果你下落的状态下碰到墙了，它就会自动触发爬墙。你看啊，你看我对着这个墙跳跳，我整个这个抛物线是这样了。然后哎，你看触发爬墙了，看这个手啊，看屏幕上的手，哎，它是不是触发爬墙？触发爬墙的时候，我立马按一下滚轮跳。蹬到墙立马按一下滚轮跳，蹬到墙立马按一下滚轮跳，蹬到墙立马按一下滚轮跳，哎，跳到墙上，然后一个滚轮跳，太容易了，怎么可能有人学不会呢？哎，如果有人堵门，他站在这儿，然后要勾你门，你这样如果后撤步滑走的话，非常的慢啊，而且你堵不了门。你可以这样边爬墙边堵门，是不是？边爬墙边堵门的同时，一个滚轮跳，一个滚轮跳，直接飞走，对不对？爬墙滚轮跳开门输出，哎呀非常的强。主要是听声音啊，如果你蹬到墙了会有扑的一声，听到了吗？滚轮跳和这个扑的声音一起就对了，看到了吗？听到这个声音就滚轮跳一下就好了。正常蹬墙跳都会配合一个 TS， 比如说我想跳这面墙，但是我人物是往这面走的是吧，我就哎滑铲过来，然后做一个 TS， 往这个方向做一个 TS， 然后蹬一下往这个方向走，是不是？整体来说我的移动方向就是往前 TS 过来，然后再这样蹬出去啊。你在其他人的视角里面看到的是这样的，试一下，看到了吗？跑步滑铲 TS， 然后哎一个滚轮跳蹬出去就完事了。滑铲滚轮跳蹬一下，就前面的身法如果你看懂了，这个蹬墙跳一点也不难。实战里面就是遇到墙就玩一下，然后遇到这种拐角你就可以上一下，这样蹬墙直接上来了，不用收枪直接上台子上打人，还是挺恐怖的。 TS 蹬墙跳上去直接开枪，如果你正常爬上去的时候还需要收一下枪再开枪，挺恐怖的，这样是吧？你遇到这种小台子，遇到这种直角台子，其实很常见。你看这边又有一个，或者蹬这种打开的门都可以直接上房顶。你看，没事的时候蹬墙玩一下，打人的时候自然就用出来了，压根儿不用练。第五个就是绳索跳，这个是你一定要学会的，就是非常简单，就是键盘上先按 E 上绳子，然后 E 的瞬间按一下滚轮跳 ，E 瞬间按滚轮跳 ，E 滚轮跳 ，E 滚轮跳，然后到这个游戏里面就是这样 ，E 滚轮跳。你看你这个人整个人是这样飞出去的，这个台子有点高啊，但还是可以上来的，看到了吗？滚轮跳可以非常非常的高，然后效率也非常高，然后也非常快，也非常的简单，就只要两个按键就可以直接飞上去。你不学白不学呀，好哥们儿。上绳子绳索跳，再转身，再上绳子绳索跳，上绳转身上绳啊，它是这样的。但是这个还是挺难的，你看我一次都没有成功。哎，成功了。这个技巧如果有什么心得，就是你 E 一定要是按住的，不松开的，你不用连按两次 E， 你这个 E 时间很难把握的。如果你按住 E 的话，它是可以自动上绳的。绳索跳它未必是垂直的绳子也可以用啊，它这个横的绳子也可以用。如果说你是机器人，你可以架一个这样横的绳子，然后去打这个台上的敌人。你看我绳索跳一下直接上来，输出一下直接下来，
十五跳一下，就是一滚轮啊，非常的容易，一滚轮打一下上面下来，一滚轮打一下上面下来。讲到机器人，就不得不说一下今天的第六个身法撑杆跳啊。正常如果你说勾地是这样的，你勾过去这人就到这儿了，你再往前滑铲的话它也能延长一定的距离。但是呢今天有个非常简单而且实用的方法，就是你这个勾勾到地的瞬间，就冒出烟的那一瞬间，你按一下空格就 OK 了。撑杆跳按空格，看到了吗？那种超短距离的也可以启动啊，就勾中地的一瞬间，看非常短的距离也可以启动的非常快，然后也可以启动的非常远，算是一种只要你玩机器人就一定要会的一个身法之一了。今天这个教学的内容顺序和方法也是我构思很久的产物，节奏很慢，这样大家能够跟着我的影片一起练习。如果影片里有什么问题，欢迎大家的补充和建议，有什么不懂的不会的也多多在评论区里面留言，我会尽可能为你们解答。点赞5000让方向键都不会按的小皮来挑战一下身法啊。